嗨，未来的小孩，我是你的妈妈，我觉得你是女生。Я бабушка, я думаю, будет мальчик, я за мальчика, так что все. Я тетя, я думаю, что ты девочка. 我是爸爸，我觉得 obviously 你是 Кирилуша. Привет. 等不及，我从八点一直都很紧张，因为他们的火车时间好像是他们的，好像是那个。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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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里面。Привет! Привет, мамочка! 哦。我妈，你不要紧。我们要拍我们的 gender party， 本来我们的 gender party 是要在乌克兰弄，妈妈已经安排了餐厅，我们约了很多朋友，结果我们不能进去，所以妹妹把 gender party 带过来玩耍。Я купила такую гирлянду,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boy или girl, еще купила хлопушки с цветом, там или розовый, или синий, и купила такой дым, ты ставишь на землю, поджигаешь и оно как фейерверк, вот такой бу, и хлопушки бу, и будем вау. Мы что-то хэнпай, и мы это чем по фанцай, да до 70, а вот еще рукота бы иногда海关转的就完蛋了，因为那个是烟，如果你让它活下来，它会爆炸，然后有蓝色的还是粉红色的烟，所以妹妹一直很怕他们会偷这些东西。你让妈妈再猜一次，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妈妈，мальчик или девочка？Я думаю, девочка. Я думаю, девочка. Я думаю, мальчик. Я думаю, девочка.哦，三打一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到家里去布置一下，看看怎么样。已经开始在准备。Gender party 已经开始准备。妹妹带了超多东西。妹妹带了什么？叫妹妹讲一下。嗯哼。我是不是得准备什么？我准备什么？啊。Boy or girl？ 啊。И столик поставим, да? То есть посередине так раскидываем, да?三个很努力的女人在吹。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我们的球球，我们等不及到晚上，所以我们现在下午要办真的。听说你不会吹气球，刚刚学会了。对，这个很难吹。妹妹会不会？因为这个气球不一样，所以很难吹，不是我的错。这是一个运动训练，对，心肺训练。Yes.妈妈很厉害，小北妈妈吹一个看看多久。有没有祖轩，准备我们的 gender party，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要做什么？我想要做肉骨茶，但是我遇到很多挑战，因为第一这边不可能有中药，就连那个大蒜都没有，这几个都是肉骨茶的精髓。但是好在我找到黑胡椒，所以至少可以煮一个黑胡椒口味的肉骨茶。然后刚才我找不到大蒜，让我找到大蒜粉，嗯哼，于是我把它加到肉里面去。腌制，让那个大蒜的味道可以深入到肉里面去，然后稍微抓腌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应该还是可以还原一下肉骨茶应该有的一点点味道。啊，你怎么会想做肉骨茶？因为妈妈没有去过马来西亚，还是有去过，没有。
所以我就想要做一道家乡菜，因为今天是那个性别派对，还是要让外婆可以吃到一下马来西亚的味道。然后这边准备了一些菇类，像肉骨茶我们都会配菇类，然后还有旁边这边还有新鲜的香菜，这个已经是竭尽所能，因为这边没有玻璃生菜，没有莴苣，没有葱，青葱这些都不可能会有，这些都是东方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可以找到一些西方的食材来做出东方的味道。可以这样期待一下我的肉骨茶，我已经做好我的肉骨茶，西式肉骨茶，给妈妈试试看。妈妈，妈妈不给我吃。Вкусно? Да. Это в Украине есть такие вещи? В Украине есть похожий суп. Нет, нет грибного. Но я не готовлю такой. Мама, что это кажется, могут ханг. Могут ханг.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找的配料不多，但是要多吃点嘛。对，但是肉骨茶一般就是会加什么？加菇类，要不然就是加那个油条。那我们的肉骨茶好了，我们去换衣服，要准备 party。我们的气球已经好了，只需要你先穿衣服。对，我还没有穿上最后的外套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先来绑这个。现在他们 boy or girl 不出这些。我们先把它绑在上面这边。Boy and girl 上面这边。本来我们。我们是在餐厅要弄我们的 gender party， 但是不能进去乌克兰，就自己要想办法。还好妹妹买了很多东西，你们看我们的气球，蓝色的只有三个，对，四个，不是蓝色跟粉红色，结果发现蓝色超少，是你们不想要男生吗？对，我们都你们做的太明显了吧？我们的拍照的地方。对好像没有蓝色了，已经完了。对，全部都是粉红色。蓝色的已经用完，全部都是粉红色。今天我们的 party 有特别一个主题，如果你只吃男生，你要有男生是要穿蓝色的衣服；如果你只吃女生，要穿粉红色的。但是朱兄只吃男生，还是穿粉红色的。不是被逼。我要穿蓝色的，然后妈妈说她也只吃女生，但是她要只吃我，她会跟我一起穿蓝色的。你可以，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你想要女生。因为我的家全部都是女人，我妹妹之前我们小时候跟妈妈跟阿妈长大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了解怎么带女生。但是男生我们家完全没有男人，所以像我的妈妈也说啊，如果是一个男生你要跟他怎么办，完全没有人知道要怎么照顾一个男生。我也要重申一下，我不是反对生女生，我也是一样，我全家都是男生，爸爸男生，然后我哥哥弟弟，我全家只有我妈妈是女生，她全家只有爸爸是男生，所以从小是比较习惯跟男生相处。那如果生女儿的话，我当然会很开心，只是说我会多一份担心，不知道怎么照顾女儿。而且儿子做坏事可以打他，可以骂他，女儿就不行，是不是？男生也不能打，男生也不能打。我们连骂都没有打，为什么要打我们的儿子？好，不打不打，平安出生就好。那好，现在我要去换衣服，然后给你们看我们已经准备的样子。场景布置的差不多了，你满意吗？我们衣很漂亮。你可以介绍一下后面有什么 ？Boy and girl， 然后有很多超粉红色的 balloon。因为听说朱轩的基因很 strong， 所以我们特别放很多粉红色的 balloon。全部都是粉红色的。对，只有我跟妈妈穿蓝色的衣服。哦，你们不是要女生吗？为什么穿蓝色？就是。以后小孩长大之后看，如果他是男生的就不会那么可怜。等一下我们打算怎么样去公布男生女生？我们等一下妹妹买了一个烟，我们要合起来的，它就会有颜色，粉红色还是蓝色的。还有我们有一个泡泡，它是叫泡泡，我们就这样拉泡，拉泡，转泡，拉泡，转泡，我们转它的也会有颜色。我们用ручки взять эти две хлопушки тут снимать。啊，давай, сыр. А, да.Нет, так, мы,
对，保密到家。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弄已经算是很难得了，是不是？嗯哼。因为本来我们要办很大的，我们连主持人什么都找好了。对啊，妈妈花了大概一个月全部准备好。对。有摄影师、主持人，然后妈妈弄了两个很多朋友漂亮的蛋糕。对。对啊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总之有好过没有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小小的温馨的性别派对，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仪式感，可以让家人开心的知道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教中文的时间。如果是男生的话，我们的名字叫戴纪律。你跟妈妈说。纪律。纪。纪律。哦，还不错哎。纪。纪律。律。戴纪律。他的律跟你的律一样，你们都叫律。哦，妈妈的爹。妈妈的爹。如果是女生，我们要叫卡丽娜，但是中文还没有确定，但是就是戴卡丽娜，戴卡丽娜，戴卡丽娜，嗯，easy。中文的名字要叫戴纪律。если мальчика звать его буду звать， 讲得出来吗？戴纪律，戴纪律，纪律，哦，还不错，戴纪律，纪律，纪律，然后девочка， девочка 叫戴卡丽娜。戴卡琳娜。哦，是不是因为妹妹去马来西亚两个礼拜，她就可以听得懂中文？我们已经准备好，我们不会发出这个音。妈妈还说我们从后面不会看得到有什么样的颜色，因为我们会看着 camera。对，妈妈从后面是第一个知道的。对。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后面是什么。刚好我们在户外也找到一个舞台。对。这个像是一个舞台。现在可以。我们先看后面的烟，等一下后面会有烟雾。我们现在是分工合作，等一下呢，妈妈会在后面帮我们点烟，然后妹妹会在前面帮我们拍 reels， 我们就在台上准备拉炮，到底是粉红色还是蓝色呢？那我们最后一次做确认。嗨，未来的小孩，我是你的妈妈，我觉得你是女生。Я бабушка, я думаю, это мальчик, я за мальчика, так что все. Я тетя, я думаю, что ты девочка. Вот, папа, вот это, obviously, из Киригуша. Привет. Денис, знаю. Ярла! Девочка! Обязли! Да, молодец! Молодец! Мама будет рада твоя. Чон, я удовчен. Ты же, рука, ты будешь и наш, ты такой удовчен. Мы уже зовут его очень долго. Кириуша, прости меня. Ты не Кириуша. Ты Карина, Карина. Я побачу. Я Карина. Сейчас мы начали тренировать наши джонсы. Не менкан, чем будет танцы души фэнхонса. Это все он до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шайен, не так? Если射出来是蓝色的, я вообще не буду удивлен.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в своем сердце, потому что 医生说 obviously， 我就一直觉得是男生，而且我觉得射出来如果是蓝色，妈妈应该不会那么兴奋。在后面，医生说 obviously， 我才说 obviously 没有 GG。obviously 没有 GG。对啊。他在说。Оля， а ну поделись своими эмоциями。Я очень рада,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именно получу девочку. Это будет принцесса и королева. Ощущения? Я очень рада, что будет внучечка у меня.粉红香槟。
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性别派对，大成功！小心哦，确保给所有的朋友。好吧，好吧。立刀。哎。行。OK。哦。耶。Zakarino，Zakarino， 真卡丽娜，爸爸爱你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叫你 Kiriusha， 叫你带西鲁，对不起，我们改。Старый будет Кирюша， 妈妈是第二个是 Кирюша。Да， 我们还要第二个。Старый будет Кирюша。Cheers。